书包减重好处多。你累了吗？同学早，大家早。谁的手机响了？喂，铅笔盒，手机收好。我的手机嘞？你打我手机。喂，作业部你好。你累了吗？书包减重好处多。书包正常被野狗追，跑得快。书包太重被狗追跑掉。书包正常人见人爱。书包太重人人不爱。书包减重好处多。